当今世界动荡不安，冲突频发，新老问题交织共振，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色，团结协作才能共克时艰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，脱钩锻炼不是解决之道，互相互利合作才能共同发展。小院高墙不是大国作为，开放共享才能造福人类。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大国，应该济天下利，多为当前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确定性，提供正能量。